们先回去，我还有个重要的项目要谈。价值百亿吗？不，千亿。那你谈完以后早点回家，明天呢有校庆家长会，咱们要一起参加。嗯，走。流的是什么香水？当然是小仙女的香味了。这个香味怎么好像在哪里闻到过？你就是傅庭生傅总吧？盯着我的女王妈咪干嘛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？傅总，这孩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像你？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是顾氏集团总裁顾子琪，你们这次的项目合作伙伴。顾子琪，顾总。对，是我。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盯着我的女王妈咪干嘛？